我是民众，我想知道你是哪一个单位在把那个树给移掉，然后把。你没有问你长啊？哈？你没有问你长啊？这要做捷运的、啊。做捷运。捷运信义延伸线啊，一直到北投机场，你可以去看啊。我知道，可是还没有通过啊。怎么没有通过？事先要准备啊！你问我没有办法啊。我们是包商啊。你们是包商啊？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公告啊。公告在哪里？施工的那公告在哪里？前面哪？前面是哪里？啊、不要找茬了啦。我们吃饱用光，你叫你后边走啦。是哪一家包商？啊？没动啊。你这我吃饱用光，就不做北港的啦。我就那吃饱用光，上去坐一坐。啊，这么近。